可是外观还不错看，里面沙没的。真假？对啊，哇，有点恶心。这个我再怎么讲也没办法帮他，没办法把他救回来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尴尬尴尬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鱼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凯洛。哦，很久没拍了，你还是有跟上步调的吧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对，我在前面，你在后面跟上我。然后我要进去吗？我要进去了。今天的话，找凯洛来拍一些我之前去动漫展买的福袋。哇、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、去了不久。真的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是有个比较性的，因为我去年也有买曼迪的《火影忍者》福袋、我一直都忘了开。我就留到了下一次动漫展。你现在想起来也蛮厉害的、啊，这是今年的火影忍者福袋哦，所以这个是今年跟去年一样吗？没错没错。OK， 他们有用一样的那个袋子，可是我们主要是看里面商品一不一样。那我们先开年初的好了，好，先开年初的来吧。很久没跟凯洛拍影片了、对啊，我们感情不好了。可是你都说叫我帮你那个、没有没有，这是美丽的误会。你有海报类的东西吗？这个吧。我是那个、木叶丸跟鸣人的，然后背面是，哦，这张不错，鸣人六道仙人的样子，对 对，它有三款，我就不拆了。哇，这就是剧场版的啊，不错哎，这是之前剧场版，我记得叫什么血玉吗还是什么？有一部就是八尾有出来的，好、那海报比较一般，还行，至少不一样，至少不一样。然后我这个是资料夹，资料夹这边有一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长这样，这鸣人城内潜入任务之图哦，它是那种开业资料夹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啊，可以放其他的，然后里面有佐助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。怎么里面有佐助？真的有，你自己看，我没有骗。这什么奇怪的说法？哎，里面有佐助哎，里面有佐助，里面有佐助，佐助。小夫，我要进去了。里面怎样？佐助在里面呢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臭，然后反面是鸣人。对啊。好，下一个。我这边还有一个资料夹。我这边有个笔记本。哦，这是那个博鲁头传的佐助和他女儿这样。我打开来看好了，我看他内页有没有做。看看里面有没有佐助。我要啊！我这里面还有两个人呢、跟大雄跟哆啦 A 梦一样。我看一下、哦、有啊有啊，他那页哦，其实这样不错，但是还特别做的。对，然后下面其实有台词、哦，每页不一样，没有，应该是他们三个轮流吧。哎，没有哎，每页不一样，哦，好有诚意哦，这个有诚意，这个有诚意，还不错哎，他那页是每页有做一些巧思的，都舍不得用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有开过 Fate 的福袋，他是。每页都是那个什么没有是什么飞机啊，车子啊，车子，对对，就是一般你去文具店买到里面会有的那页这样子。小太阳，那这个还不错，蛮用心的，蛮用心的。等等，它单卖多少钱？没有写。那挪威多少钱？可能蛮贵的。哦，好香哦，这个啊，这好棒啊，这个有点棒。这是从头女主角，这是那个他们结婚的那个篇章的，然后里面还有那个结婚的祝词这样子。这可以在下次你身边有谁结婚的时候，就把这个送给他。干太 low 了吧？代替红包，超 low！ 他们还不把你赶走，还对着新郎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知道你最喜欢这个。”然后在他老婆面前给他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你不是最喜欢景野吗？最喜欢这个，你不是说想跟他结婚？”然后这竹田小樱、景野跟甜甜，哎呦，这张景野很赞，这个蛮香的，而且图片做的蛮好的。对，你那边还有前面是男角的。对啊，前面男，然后打开不重要，就刚刚那个，还有一个，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，压轴。我的是抱枕，这个太唯美了，这个名人，你就放后面吧。这个名人超唯美的，他的这应该同人图吧？对啊，他做的很像同人图哎，就是结婚照，看有点像。然后背面是那个，这应该是血玉吧？血玉的，是不是放错了？血玉的，他应该放到你那边才对啊。也是血玉的，也是血玉马克杯，可是他的马克杯的材质摸起来蛮好的，他有做一点纹路。错哎，这很像那种陶瓷，有点像变态，有点像，我很像变态。你对我不敬。他这边的话就是九尾，对，用那种墨水画的氛围，然后这些金色的地方其实摸起来是有那个浮雕，浮雕对，这里是拿鲁托，就是火影忍者，然后九尾这样，然后底部的话有些血玉，所以也是血玉这样版的。这一次都是血玉，是不是血玉卖的不好？滞销，有可能。然后这一代是500，你那一代也是500。我刚好看，我觉得还行。我看主要是卖杯子吧，杯子就值300了。对啊，然后我这边的话，抱枕其实平常都蛮贵的，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。而且我觉得那个资料夹真的很香。下一个的话是今年的，
首先，各位，子代跟去年一模一样，赞啦，果然智商，这个真的就不太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是跟去年不太一样的，我误会了，你又误会了，这是火影超值福袋，但是我这个是曼迪，不一样的曼迪超值福袋，我刚刚发现了，所以他们其实同一个品项的袋子故意都是用一样的，因为我这边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我刚刚想说滚不快快的，你看我先拿第一个，你看出事了，我火影可能看得不够熟，我没看过这几个角色，没有没有，这是其他作品的，我忘记这是那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啊，我有印象。游泳的嘛，一定是 free 嘛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刚刚被盖了，我跟你讲。我这是跟刚刚同一个东西。哇哇哇，重复了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哎呀，这个就是那个、好帅啊！这个好棒啊！哦，这是新的哦，因为它发型是新的。最终章的啊 ，List 剧场版。对耶。哦，各位，这个就还不错 ，List 剧场版的资料夹，他们设计的是蛮有意境的，然后里面有名人，还有大头目，就是坏人的部分这样。哎呀，很香哎。不错哎，这是竹田正。没关系，我们顺便开隔壁棚的。看，行李箱贴纸，这个就凑数的吧，这成本大概20块不到吧。行李箱贴纸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这是什么？元气少女元结绳，我有听过这个作品。哦，我有看。那送那个项链嘛？项链的部分，你要打开来看吗？看，很旧，都是灰尘，都是灰尘。把它打开来，大家看，这是 logo 做成的吊饰。还不错，其实还不错。最后一样嘛，它只有这几个哦，它只有三样。还这个应该是最贵的，对啊，是布织布的袋子，还行啊，还行。装个小东西还行，就是装个小东西，就是那种吧，安全帽啊，桌子啊，然后沙发啊那种，差不多还可以。好呀，最好可以了。外观还不错看，里面沙没的，哦，真假？对啊，哇，有点恶心。哇，各位这个不太好呢，外面也发霉了，哪里？这边哦，真的。这个我看一下哦，怎么拍？又不是要拍完美，美俊不用拍很漂亮了。没有，拍不出美俊哦。各位你们看，有发霉。这其实我才刚买不久，虽然发片的时间是比较后面，但是我其实刚买不久而已。对，你们可以种香菇哎。对，也不错啦。而且背后发霉有一点，哇，发霉真的有点严重哎。我觉得这可以特殊啊。我放的其实是在室内，老实说，我其他东西没发霉。我能确定的是，你看到凯洛，这是我们这次买的。嗯，对，它这里有编号是 GOG 八一九，这里是 GOG 八一七 ，GOG 七九二。然后你看另外一个，这个 GOG 七九一啊，所以这两个应该是一起的。所以它真的在短短一个月内发霉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饭团，这个还蛮不错的。哦，看得我都饿了。这是什么的？魔法水果篮啊，那一只、我知道那个，它下腹好像可以撕开了。哎呦，它可以变得警枕。哎、它是好好摸，它是日本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摸哎、欸，对啊，超好摸的，好疗愈啊。我们把它翻开啊，内脏外翻。它真的可以打开吗？啊，可以、啊。会不会露出来？不会啦，君はバカですか。哦，好酷哦，这好屌哦，给林璇啊。警枕都可以林璇，啊，在我心中就是代表物，就是警枕。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周边了，它可以用，然后又好看。太晚，明天叫我。这一代的这个还不错、虽然他有送贴纸，贴纸抽差评，而且他没发霉，靠背，前面还有扣子可以扣起来，哦，真的耶，会不舒服吗？会不会太紧？还好，我可以体会到魔物猎人浮空龙的感受。然后接下来这里我有一本笔记本，是阿松的，这可以送给左右。哦，阿松哎，阿松的，那我跟他抢，那我跟你打架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物理哦，这样他阿松有附一个小的笔记本跟大的笔记本哦，他是两个哎，不要打架，一个一人一个。可是他里面没有做一些设计，他里面就一般的空白，空白都你的。好，给他给卓一，还不错哎，给你卓一。阿松的你应该会喜欢，那你知道反而是上一次的福袋还比较好一点，我也觉得他东西送好多，至少东西蛮多的，而且没发霉。对的，至少有管理。哇，这个发霉真的不行，这个我再怎么讲也没办法帮他，没办法把他救回来啊。对对对对，大家想不想潮到出水到发霉？哦，因为出水所以发霉，合理合理。太潮了，你有找到吗？我也 Google 一下。那我玩一下手游啊？不，我查一下。哎，对，对，是这一次的。我找到了。各位图片都有，是这一次的。火影福袋，而且它周边还放了佐助的那一个。最嘲讽的是上面写全新。哇，尴尬尴尬。我们是客观的
分析。这一次跟上次的话，老实说，就是福袋内容物大部分是重复的。对，因为它标榜全新，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了。再来第二点就是他们的内容物没有检查，然后发现竟然还有发霉，这一点就真的没办法。我们最后就抽出去吧，全部东西都抽出去，都给你们。除了阿松以外，看这个饭团我也想留。那你留饭团。我们不要把周边拿出来分开抽，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福袋抽这样。抽奖方式的话，我之后全部会放在 FB 上面，详细可以去看我 FB。好啦，那哥哥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下方的订阅喜欢，那记得去追踪我的 FB， 按照我的粉丝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下边见，拜拜。乱比，也不知道你会放哪里。